说是有重要之事求见玉姑娘，让他等着。李大人说何事？只说是为了楠楠父亲之事。我去去就回。哎哎哎！李大哥，这是我七年前落难时身上留下的唯一信物。 本是一对，持有另一半者，很可能便是楠楠的生父。烦请李大哥帮我查查，这玉究竟是何人的？青洛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这块玉佩是七年前从夜王府失窃的，且是在你怀上楠楠之前，故玉佩并不能证明叶修毒与楠楠之间的父子关系。于青洛。 既然你已落入我手，我叶修毒此生都不会再放手了。是谁惹我们青洛如此不开心？告诉本君，本君替你出头。哎呀！ 方才李子凡与你说了些什么？你还记得他吗？这不是七年前叶家丢失的玉佩吗？怎么会在你手中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块玉佩是我七年前大难不死唯一留下来的信物。本以为这是寻找楠楠亲生父亲的重要线索。 所以说，你之前表现出的那些感情，全都是逢场作戏。突发事件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 你以为躲在这里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恰恰相反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你冷静下来给我的答案？没错，够清楚了吧？不辞而别，这就是你的一贯作风吗？那我现在就亲口。
叶修图，哎，你干嘛？等了这么久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先带你去个地方，或许你的答案会不一样。不是，哎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你慢点，慢点，放我下来！配碎了，我们用欧大师重新打造了一块一模一样的，送给你护身。玉佩并不能证明叶修独与楠楠之间的父子关系。我虽然很喜欢徒弟，但我不是玉阳君的儿子，我不想再被同学笑话，我只要自己的爹爹。这玉佩还是原配的最合适。都是付出了相同的心血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只是暂时的，时间久了便会产生问题，人心也一样。这不过都是借口罢了。我想告诉你，就算如此，我也能够照顾好你和楠楠，胜过他的亲生父亲。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所以我们之间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没错，正是因为我误以为你是楠楠的生父，所以才会承认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既然事实已经是这样，我和你只能分道扬镳。